乡最近来做道亲好朋友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成功连做提供的节目，在咱新闻之声调频公布网89.3做了播出。今日毛人咧围炉呢吼，啊明用啊毛人咧围炉，看要提早拢不要紧啦吼。就是安尼渐渐看来吼，菜市啊呢人有够济啦吼，拢是咧买好料的安尼吼。啊，咱讲为初一食个15元宵吼，吼唔知要加肥几斤嘞吼。我看也是小扎扎啦吼，啊，人讲唔忙食食再来减肥啦吼，真的也是要小夸扎扎嘞吼。哎，人讲食伤济对身体嘛无好啦吼，来先恭喜一下哦。咱慈天必生公，先甲咱的孙阿叔这拜个早年，然后拜一个早年啊呢。大家小巷过新年，弟弟妹妹家己，大家心内真欢喜，见面开嘴恭喜，恭喜恭喜大赚钱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新年带来新运气，大家小招买万二，不是九七三一，就是三八三七。恭喜恭喜大赚钱呀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！恭喜恭喜恭喜甲贺喜，祝福各位阿伯啊身体健康吃饱哩！祝福各位阿妈每日都欢喜笑眯眯！各位先生事业顺利，大家大赚钱！啊嘛，祝福各位小姐古锥美丽搁娇滴滴！祝福小妹甲小弟聪明伶俐，乖巧好有气！啊嘛，要祝福高阳山大丰高尚搁无地比！祝福阿俊啊家庭圆满娶细姨！对啦，啊娶细姨诶，什么家庭圆满，搁会当娶细姨哦？诶，你有讲啥啦无啊？啊，亲像我这款中和老实的人，我们来去娶细姨。哎呦，你中和老实的。对啊。安怎我那看你大伯生了，看到查某囡仔，目睭都看到要落落去。啊，大伯人生目睭本来就是要看查某的，啊，无你要叫阮亲像青梅，安尼看到查某囡仔，安尼四散望是无？你是在讲啥？都对咩？啊，你无听人咧讲，讲迄查某人生目睭是要来监视红婿，啊，查甫人生目睭是要。是要创啥？要欣赏别人的太太啦。但是哦，咱这话讲倒转来吼，别人的太太可比是翁来的金鱼呢。什么意思啊？好，你会看你袂懵哩。啊，那家己的太太呢？家己的太太可比是咸鱼啦。咸鱼，这是安怎讲啊？放空在厝内袂叫歹气，讲啊三不五时吃一个够好气味哦。你是要去倒咯？新正年头吼，油醋唔好食伤济，我要紧转来我厝内吃一粒青梅，通好配咸鱼。小巷过新年，弟弟妹妹家己，大家心内真欢喜，见面开嘴恭喜，恭喜恭喜大赚钱呀，恭喜恭喜恭喜。这吼廖准吼，讲了一大堆吼，恭喜恭喜，每一个人拢是安尼笑开笑开啊，过日子嘛是感觉袂歹啊吼。人讲笑开，人做人笑开，就是表示吼，咱的人好斗阵啦。讲这个人真笑开哦吼，讲话呢真趣味啦吼。啊，讲话趣味笑开，这就是表示讲这个人无计无较，讲什么代志拢总好吼。啊，人阿咧讲啥哦，袂甲人吐槽啦吼。咱讲吐槽。那每一个人啊，人啊，阿未讲完，你就开始先讲，吼、哦，人讲，听不懂的，装懂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要甲人吼，加减啊，吼，吐者吐者，安尼嘛欢喜啊，吼、哦，年糕安尼吼，上好是讲好话啦，讲好话讲愈多，和大家黑田园兼黑土地，好话吼、哦，人讲讲哦，有头阁有尾啦，吼、哦，啊，祝大家拢会当黑田园兼黑家会。哦，做这是好事啊！吼、哦，咱讲加讲几句啊，互人听了家己笑眯眯，互大家做生意达到好时机，大家拢会当合家平安大赚钱。吼、哦，即马咱讲一只牛啦，吼、哦，行到倒位啊，都咧扭转乾坤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就是吼、哦，啊，咱讲吼牛气冲天啦，吼、哦，安怎拢好啦？最主要就是要咱欢喜，哦，啊，咱讲讲好话。哦、就是一个过年时啊，大吉大利，大家平安顺遂、哦、大吉大利，大家平安无大事、哦、这就是平安就是宝。咱人若无平安，你甲想咧吼、哦，咱人伫这个世间上大
上大的愿望就是健康长寿，过来就是上大的愿望就子孙贤孝，上大的愿望就一家团圆。吼、哦，啊，咱的囡仔呐，等啊，咱阿公阿妈呢，吼、哦。红包嘞吼，即嘛是孙啊，那会趁钱啊，都爱包红包啊。阿公阿妈嘞吼，啊那讲吼，咱阿公阿妈吼，哎，足欢喜个，不管你包济也包少，伊都足咪，伊都足欢喜，笑眯眯啦吼。咱讲吼，食团圆饭啦吼，讲食鸡大起鸡，食猪脚肉，福寿胜过老皮祖，因暗多人咧围炉啊啦吼。所以围炉夜话，就是咧讲啥？咧讲好话啦吼，好话讲愈多，吼、哦，咱讲餐能喝愈多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若如果讲家若会好，人讲趁钱才会落高，一家伙若会甘心，黄土嘛才会变黄金啦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讲食得顺，大家有话要讲，拢爱吞论啦吼、哦。啊，人讲食顺官，互咱只家里事事，大家拢做大。官啦吼，啊，若讲食鱼，吼，大家年年有余啦吼，啊，过来就是讲食肉，大家合餐行叫兼合餐价，合咧几落价，吼，啊，咱若如果讲食鸡大起鸡，食鸡合鸡火啦吼，讲食甜粿、食发粿拢合鸡火，兄弟啊，若有同心，吼，啊，大家做伙来食一顿饭啦吼，安尼规家伙安尼看起来闹热滚滚，那也是很好的事啊吼。所以吼、哦，咱伫过年时啊吼，大家拢爱讲好话吼，啊有啥物代志好参详啊吼，不要再过年夜吼，啊伫个底下吼，啊大家咧讲话无爽快，也是讲吼，啊计较心也都不要啦吼，啥物人安怎，啥物人安怎拢总好，人讲拢总好，就敢那伫个涂骹得着报同款，吼啊行路吼，啊好好啊行，啊咱讲开车好好啊开。平安顺遂上重要啦，身体健康是根本啦吼，啊，所以伫遮呢祝福大家。那梅香呢要讲的，就是咧讲吼，围炉大家拢总甲围炉圆圆啦，最主要是讲牛年大家拢会当发展平安顺遂，大家拢会当风度大展，万事如意啦吼。这个钱呢，大家拢是爱赚无唔对啦吼，但是也就爱有健康的身体，有和谐的家庭啦。即马咱咧讲到吼，讲度人哦，什么叫做度人？那我度人，你常度吼，常度有缘人呐，自有天尊护我身呐吼。咱就是讲学道修行，吼，咱变个足潮流诶吼，应该是一种好事啊吼。道教中有本道立教，吼，以教化人，以先道贵生，无量度人呐吼。咱讲。本道立教，吼、哦、依教，吼、哦、啊来教化人，啊善道贵生，无量度人，吼、哦、连呢今日，吼、哦、咱咧讲到学道修行，已成为潮流，吼即嘛是潮流，即嘛人啊较稳定诶，就讲吼、哦，啊要来念，要来念经啦，吼、哦、啊来拜圣啦，拜佛啦，吼、哦、拜无量，吼、哦、咱即嘛修道学道已经是成为咱即个社会潮流。啊、为何世间人呢？吼、哦，咱讲世间之人不见离苦得乐，反而入意自意重情，沉沦于苦海当中。就是咧讲，咱即嘛，吼、哦，囡仔修行，吼、哦，需要具备几啊种的素质啦，吼、哦。即嘛少年囡仔嘛足济，吼、哦，入来灵修的，嘛有真济人来参拜，吼、哦，母娘，啊，咱母娘多的，即灵根精智，越来越年轻化。哦，愈来愈侪少年人嘛，愈来愈侪吼。咱讲读册就开始，啊，就开始咧追求这个啥？追求这个修学学道。吼、哦，入门第一个重要，并非讲是啊，咱一定都爱上经打坐。其实，咱要爱就是一颗坚定的心。吼、哦，咱要安怎叫做世间人？吼、哦，做什么款代志拢容易，就是定力无够。咱咧讲世间人。什么拢要修，但是定力无够，容易就放弃。吼、哦，经文易读，修行可修，但是咱人呢都无一个坚定的心。这一切呢，恐惊都是敢那如花，吼、哦，如水中花同款，镜中月同款。啊，就讲哦，头啊兴兴啦，啊尾啊冷冷，吼、哦，就是所谓的世事通明，该学问啦，吼、哦，人情冷得，
一文章。学习这个物件，就是吼，咱定讲意义在对。啊，咱要把咱家己的眼界给放较开咧，哦，徛伫个搁较悬咧，就会当看愈远啦吼。然后修行就是怀有一颗广阔的心，吼，咱要把眼界局限，吼，唔是一堆啊堆啊，咱看伫个头前安尼尔，吼，咱呢，那如果眼界放宽了，吼，则是吼可以得，吼得到。哦，啊，那讲眼界局限于哦眼前呐，啊，就很难得到，那是一定的吼。咱人咧讲着讲一个感，什么叫做感？咱每一个人自身必然咧有真济缺点，日常生活中咧必然嘛会做唔到足济代志，但这拢是必然。先我讲，因为咱是人嘛，吼，哦，人都是凡夫，所以讲必然会犯淡薄啊错。吼，哦，但是呢，咱是唔是敢面对？承认家己的错误，吼，甲缺点，这叫做勇敢，也叫做敢。吼，这十分重要，就是《道德经》内底有讲啊，讲为道日顺，顺之又顺，以己以物有余。吼，这就是在讲欣赏儒家中的真谛。吼，这儒家，吼，他在讲了许多，吼，例如五日三省五身等等，吼。有时阵呐吼，咱常咧讲大家必有淡味，至暴必有下悔，就是咧讲着每一个人无完美啦，吼物件吼无完美的，尽善尽美的完美，吼咱咧讲一块玉啊内底完全没有瑕疵，也很难啦吼。人生都是有罪障和劣根性，迄个为累世安尼一直拖拉，吼为累世开始。这个罪障呢，吼，跟咱的业力，拢是为累世劣根性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能否清除，等于讲了解、认识，咱敢去破除这些物件，吼，就是勇敢去改变，你就能够破除嘛，吼，破除。好，这就这关于吼，咱常咧讲着讲吼，哦，人咧讲性命相修偌好嘞，吼，但是现在人有足济人呢，吼。哦，伫拍这个修心的口号，吼、哦，用性的口号，性命相修的口号，什么神宗，什么宗，什么宗，足济宗派的宗啦，吼、哦。伫《丹经》中有分修命不修性，此是修行第一遍嘛，吼、哦。都点明了讲修心的重要性，哦，但是呢，一切写归写，啊，讲归讲，啊，听归听，哦。人万物生于阴阳，阴阳互相牵拖，才会万物平衡；互相牵扯，伊才会有法度万物平衡。那《道德经》呢？洋洋洒洒的五千言呐，吼！吼，咱讲洋洋洒洒，讲这个五千言平衡占了真大、真大一点，就是讲修行的人，性命相修当中对待最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心无病。就是精神就会爽快，精神若痛快，就心无病，吼、哦，两者是相辅相成的，吼、哦。对于咱只强调修心，但是咱无强调这个肉体，吼、哦，这嘛不是上上之选呐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常来讲吼，修行嘛要修命，修命就是修心，修咱的体，这个肉体，吼、哦。所以讲万物生于阴阳，阴阳。互相有牵扯，咱才有万物平衡。吼、哦，啊，咱道祖咧讲诶，吼、哦，这五千规矩呢，吼、哦，平衡占了真大一点，就是讲修行诶人，你要安怎去平衡？所以讲，这个修行人这要素最具备诶，就是啥？就是入门了后，咱应该准备好。对修行，或者是讲对学道修行，还是讲对咱个人看来，首先咱会当立定，就是上重要的，就是好比一棵树，都敢那一张树啊，先扶正，才会当搁较好的生长。所以咱在种树啊时阵，爱把迄个吼，迄树啊嘞，用个锤啊甲堵嘞，吼、哦，啊风头才袂去歪规边啦吼，就是拍好根基啊。甲咱修行同款啊，种树啊你要用细丛啊时阵，你都要用物件去甲堵哦，滴。这丛树啊就乖乖大丛，大丛了后就会阴来阴往，互咱位啊过，吼、哦，看到哎，这棵树长得很好，吼、哦。咱讲树根有栽啦，吼，树头有栽，
树尾都唔惊做风台，甲咱人同款。夫正，吼、哦，他有更好的成长。用道家的思想来讲嘛，就叫做打基础啊。种树啊，甲咱人打基础是同款的。吼、哦，咱人唔同吼，咱讲吼，有个人讲朽木不可雕，啊，都朽木啊，你变那个雕嘛无效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。咱呢爱去甲了解啦吼，咱去看这山顶的这个山林吼，你去甲看吼，咱讲隐隐约约啦吼，你可以看出有层次的吼，量愈悬的就表示伊根愈深吼，伊有法度量比，因为伊要找日头，伊唔去用杂木啊，所以就直直量愈悬的，一张树啊，就是咱讲大隐隐于吼山林啦吼，啊咱若人讲。如果来咧修心呢吼，较早人讲修印印于山林，大印印于雕堂，吼不要以为自己修行，吼甲世俗的人呢吼，会比较起來，啊你有加我清高啦吼，唔是安尼讲啦吼，红尘才是大道场，娑婆世界，吼咱的人间，咱弄来啊弄去，逐工会去拄着阿桑啦，逐工会拄着阿伯啊，逐工会通去拄着这些人，你的修养才是重要。咱入了这个红尘的大道场呢，对于遐人为修行，吼、哦，一定拢啊走深山拿来的人的认知吼，绝对是无啥共。吼、哦，咱定咧讲无啥共啦吼。在山顶无人甲你对台的时阵，你含这山禽野兽嘛无法度对话。你伫这山坑洞府，虽然有灵气啦吼，独善其身，但是你没有被刺激到，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有多少忍辱啦吼、哦。啊，你修行到底有修偌？偌深的功夫，无出来到外口，吼、哦，甲人相谈，啊，你嘛有可能哦。出来到外口，甲人相谈的时阵，吼、哦，人，甲你看的眼光，你嘛是有迄有感觉啊。到底是看你有气，还是尊重你，还是看轻你，你还是会分别啦吼。从修行人生在尊世，中在尊世，吼、哦，你的根在家，树无根就袂活，水无源就是会打去。那修行人应该好好在这个尘世上中呢，吼，尘世之中磨练自己的心境。修行人不要因为自己修行而改变对工作、家庭、周围的朋友态度，唔通感觉讲清高，啊，你就看不起无修行的人，当作是平凡的凡夫。有时阵你甲伊讲话，你就感觉讲不屑啦吼。哎、欸，我甲你讲，你听无啦？人阮即马修到啥物程度啊？所以我即马甲你讲啥，你听无？唔好这种想法。咱定甲平常人吼，唯一无同款的，就是心中有向道的心吼。啊，咱唯一甲人较无同款的，讲你有慈悲吼，你有普度的心，有慈悲的心吼。安尼你感觉讲咱。有比人较有活感的，就是讲你有咧修行，你具备了向道的心，具备了慈悲的心，具备了普度众生的心。如果咱若是连家庭工作拢袂当好好啊去做的话，吼、哦，家庭拢无多好好啊去顾的时阵呢，咱讲咱修行修学，吼、哦，你要修改解脱那是无可能的吼、哦。只要讲咱学会晓处事，学会晓比上人靠。过加一份宁静，加一份啊随缘，加一份啊潇洒，吼、哦，加一点啊气质，以咱家己的德行去感化周遭的人，吼、哦，言传身教，就比度人，吼、哦，咱定讲用嘴去度人较好啦，用你的言行身教，互人看到，吼、哦，安尼呢，人愿意对你伫你的身躯边。这种叫和光同同尘啦吼，和光同尘，出世入世，随心所欲，这才是一个真正，让你感觉讲，真正有修行的人，人家看起来好像没有修行，只是因为修内在，又不是修外表啦吼。啊，所以咱今嘛拢希望讲，这个社会当拨乱反正啦吼，正确的认知，吼、哦、很多的事跟物，吼、哦、咱才会当过较好。哎，这个啥啊？咱定咧讲要安怎更好的度化别人？有很多入门的学道修行之人，入门之时有太多的误解，是因为当今社会处于末法时代啦吼。即卖社会已经是走到末法时代，吼、哦，正法不传，吼、哦，导致很多正确的东西流传不出来，就是因为安怎一寡较早坚持修行的。哦，儒家、
道人拢差不多是归空啊啦吼。即马过来吼，大家拢是爱啥，拢爱命吼。过来就是讲爱用有形有相的安尼去表现家己啦吼。其实修行不是空说吼，练几句经文就可以，啊，不是讲在家烧烧香就可以。咱人讲吼，心性即灵啦，修行是为了咱家己吼，也是为着世间人。吼，上经礼忏是为着咱家己，也是为着别人。吼，个人啦吼，做这样代志拢是要导入吼向善，更为重要的。吼，心中常有度人意，自有天尊护我身嘛，就是证明这个道理啦吼。啊，无上经是为着家己，吼，修行嘛是为着家己，吼。你若是一个懂得去化度，吼，去度化周围的人，吼，唔知讲你有咧行善啊，无行善，你拢安尼想，我都安尼做就好啊。吼，我呢到底是咧行善啊，唔是咧行善？吼，不是一味的叩头烧香啦，吼，是你的言行举止有去度到人，有通感受到，吼，这才是真正，吼，真正。所以人讲心中常有度人意，自有天尊护我身啦，吼，这句话。我感觉就有道理的啦吼，人来到这个世间吼，你信什么拢好啦，吼，你信什么教拢好，入一贯道嘛好，吼，啊是讲吼，咱入佛教嘛好，入道教嘛好，儒家嘛好，吼，基督教嘛好，各自都有各自的生活，都有适当的适合你自己修行的，吼，在实际上你谈一谈自己。觉得机缘到了、哦、你相信什么你就跟着天尊去做，跟着佛菩萨去做，跟着母娘去做、哦啊、这不是三言两语说的完的啦、哦、所以我们就说、哦、过往今来修行的人、哦、被称为圣人、真人、智人、贤人，但这些人都脱离不了一个人日、哦、我们说圣人也是没离开我们的人，真人也没离开这个人，智人就是讲智道的人，智人嘛无离开人，吼、哦、贤嘛是无离开这个人，这拢脱离不了一个人字，所以人会当修行，吼、哦、啊会当安怎，吼、哦、会当升仙，会当得道，食饭的，吼、哦、咱讲困自然之理，吼、哦、但是你修行，唔是讲吼爱修加讲吼，互人看起安尼，吼、哦、道貌，吼、哦。都要兼备啦吼，啊，所以咱讲吼，人呢有真济代志吼，需要讲吼，咱去好好啊学啦吼，因为社会整体环境吼所决定的，因为社会愈来愈复杂，人心都唔是较早的时代啊，啊，所以咱一直咧追求名利财色吼，啊，真歹控制，无法度控制咱家己啊，吼，咱会安尼斗斗沉沦去啊，因为吼，咱今嘛呢吼，伫这个社会内底。大家拢爱食好、穿好、用好、戴好，开车嘛要开好，手机啊嘛要用迄个 iPhone 的上好的、哦、所以咱获得人生，人生来到这个时候，你为了事业、名利、钱财前后矛盾的时候，咱世间人有足济人真正要有像较早安尼讲的，讲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无？吼、哦，啊要做个功成身退，天之道。这道理呢吼，咱唔是讲一定有啥物戒律啦吼，但是咱的心的戒一定爱有啦吼。先来讲心的戒一定爱有，咱呢唔戒贪，啊嘛爱戒执着吼，啊咱做任何的代志吼，嘛是爱有所戒啦吼。大多自干本来就无迄个我讲的吼，咱我讲的就算啦吼。咱讲道。不管是生一、生二、生三，好、哦，三生万物，这拢是属于万物之中。咱修行唯一的是三归一嘛，二归一，一归道，必然要经过这个繁杂的自干的过程。所以大道至简，还是要哈、哦、道主说的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哦，咱是属于万物之中。啊，咱修行就是为着三归一，二归一，一归道。好、哦，必须要经历这复杂，到尾也阁变成简单啦吼。伫、哦、足复杂的想法，到尾也甲一直甲变，甲变到足简单嘞。嗯，安尼呢吼，咱嘛
无枉费着古早的圣人啦吼，甲恁讲遮尔啊济啦吼。古早的圣人甲恁讲遮尔济，咱也有甲听一半以上，有去甲感悟。我相信讲吼，一样啦，母娘慈悲啦吼。我感觉这对母道呢，会很撼动人心啦吼。咱讲有妈妈真好，有老爸嘛真好。吼，啊那爸母拢得嘞，要搁较好。吼，所以人较早就会讲啊吼，要等于外家啦吼，讲正月初一袂使等外家。吼，啊那讲有爸有母初二三，吼，啊那无爸无母头担担，有兄有弟讲初三四，无兄无弟就看人去。这较早我听阿母讲的啦吼，啊但是这我拢甲记会掉。啊，咱嘛有影呢，安尼甲想，真正有爸有母初二三，无爸无母就头担担，有兄有弟就初三四哦，无兄无弟就看人去哦。这个老爸
吼、哦，啊咧教育囡仔是足辛苦的，咧饲囡仔嘛足辛苦的，然后要甲囡仔呢饲到大汉长大成人吼、哦，嘿，真正是无简单啦，讲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啦吼、哦，读书有益吼、哦，十善可升天，五戒可保命，读书吼、哦、就是。咱今来咧讲，有一位吼，咱的师姐来咧讲，读经有功德无啦吼？伊讲梅香师姐读经，咱规工咧读经，啊，干那读经是有功德无？讲读经哟，读经未使讲用功德来吼，讲啊，我读经就有功德，你都不去做任何事，也不去做义工，也不去做什么，在家里面只有一直在诵经，吼。啊、一直在诵经，啊，诵经有没有功德？诵经，咱爱安尼讲啦吼。读经，读给家己听，有无？你读经是咪读给你家己听？不管你一个读无经也好啦吼，读定位解脱真经也好啦吼，读什么经？读经是咪拢读给你家己听？吼，是要让你提醒呢？当你读普门品呐、啊，普门品在讲到吼，咱的。观世音菩萨，伊所发的愿力有偌慈悲啦吼，吼，尤其是吼啊，咱看到内底所有的这个经文呐，吼，这个经文是读给你听哦，唔是要读给佛祖听。啊，你唔好讲，我都逐工读经，拢去跪在佛祖的面头前读经，就是要读给佛祖听。啊，这经都佛祖做来，互咱要互咱读的，吼，这个经文是要。学这个佛祖的过程，伊的修行哦，所有留落来，这就是要咱学习的。吼、哦，经就是读咱家己听的，是要提升咱的心口意思修。吼、哦，进入了开启智慧，断绝烦恼。啊，这是分享读书的经验。吼、哦，读书就是读经，读经甲读，吼、哦，咱来读经文也好，读书也好。我们是要把失掉的心找回来，借由什么？借由读经，还有借由共修的力量，共同分享彼此成就呢？哦、彼此体会呢？分享读书的经验法是开展众生的智慧。好、哦，即马是已经大家拢捌字啊嘛，大大细细拢捌字，较早唔捌字的人足济啊。像阮迄个时代无读册人嘛，真济啊。好、哦。书香的社会就是现在，现在是书香的社会嘛。吼、哦，咱要思修，要进入开启智慧，要断绝烦恼。吼、哦，经就是要读给咱家己听的，是要让咱提升咱的心口意。吼、哦，安尼呢，唔是咧甲论迄个讲，我读偌济经，我写偌济部经，我都爱安怎读，安怎读，一天爱念几万遍、几百遍，拢是念予你家己听的。念给你自己听，你哪念的哪欢喜心，哪念的哪欢喜心，你的不识点内底就咧转经啊嘛，吼，伫咧转经轮、转经轮、转经轮，经是头咱家己听，是要提升咱的心口意，绝对唔好去计较讲，我一天爱念几万佛，一天爱念偌济经，经吼、哦、是要提高生活的认知，提升同道呢，读书有好处，吼、哦，过来就是讲看一寡历史。看一寡历史的册，提高咱的生活认知。吼、哦，修学办道，吼、哦，嘛爱有人要读呢。啊，所以咱讲吼，要打造一个思想的好道场呢。吼、哦，财宝是咱即卖人吼，讲财宝来世间吼，你用啊有限，食啊有限，但是你拢炸未走的物件，但是智慧是无限的。金银财宝是有限量的啦。来世间，互你外高吃、外高用、外高穿啦，你外高谈，吃伫你个世间荣华富贵，你安怎用拢有限，但是智慧是无限的，吼、哦。所以咱只讲吼，人呢，今日来到这世间，要安怎讲，吼、哦，伫谈这个上经上偌济铺才有功德，上经的功德爱安怎回向？那每项呢吼，从简单的回向就是回向我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济贵正道，吼、哦，甲咱所有过去生的吼、哦、今生累世完成这组，咱有做唔对的，咱希望伊甲来甲咱共修，
强修菩提道，强证菩提果嘛。咱就是要安尼回向安尼就好啊。吼、哦，回向，卖讲咱家己拢无承认，咱唔对。好、哦，过去先过去是咱无人无十全十美的，人没有十全十美，所以一定会犯过错，一定会有苦果。啊，咱过去有口业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有做唔对，反正杀身害命。过去是咱唔知做过几世，吼、哦，有去杀人害命，做这所有种种这读。经是要读给咱家己听，是要提醒咱的心口意。过去世这咱唔知嘛，今生咱过来做人，都是得要甲学好的重点，甲藏伫个改善你家己，重点甲藏伫个要，互你会当生智慧，开启到这个智慧，开启智慧了后，你唔只会遐断绝烦恼，啊，你也遐断绝烦恼，吼、哦，这个智慧当然都有路用啊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咱卖去讲吼、哦，啊，都爱读偌济经才有功德，这唔通甲人论功德啦。咱凡世咱过去世的业，咱都无法度因为上经吼、哦、去了缘。咱过去世所做唔对，唔是上几婆啊经就解决的问题，是你要先改变，提醒自己，心可意，出生出世唔能够还。咱卖个还，都无来世，爱个担个过嘛。喏、哦，啊，咱啊累世咱。这么认真做、认真行嘛吼、哦，咱唔只袂定条，这三灾八难，吼、哦、三灾八难拢是为咱家己的业力来的。所以咱提醒咱的孙仔仔吼，唔通吼念佛也要甲伊算数啦吼、哦，啊念经也要甲伊算数，讲安尼算偌济数才有功德，我爱抄偌济经才有功德，是提醒你呀、啊，多读一些书，多看一些经文呐、啊，好、哦、提高生活的认知，安尼你啊。唔茫想伤济，哦，你若讲读经都偌大个功德哦，安尼哦，我咧讲，安尼拢大家拢坐咧读经就好，啊，什么义工也免去做，什么好事也免去做，啊，就拢干那读经就好，唔是安尼，读经是要检点咱家己尔，吼、哦，要提醒咱家己尔，吼、哦，啊，互咱安怎，互咱闻是非，吼、哦，隔绝烦恼，安尼尔。唔茫唔茫，佮上经哦，用个绑啊缠哦，唔茫佮上经哦，佮用伫啊咧算数字个安尼哦。我今日念几遍经哦，我来讲哦，念若无入心，念念无入意，念念无入心，迄、那个经就等于念空经，念册歌，念念几波算几波啊，念个拢念足紧个，吼、哦，念足紧个，吼、哦，啊，就是咧在赶啥，在赶经缠，啊，念足紧，啊，但念足紧个，啊，你佮辅助算数。辅助我今日念三十铺啊，吼、哦、念我念几铺地藏经啊，还是我念几铺母牛的定慧解脱真经，我念偌济铺经，我就伫啊一直咧甲顶悬算下，我念几铺经，唔是安尼咧算功德的，是你有念念入意，念念入心，念念解果，念念生智慧，念念断烦恼，这才是你的啦。吼、哦，啊，若无佛祖看咧，家地海头呢？吼、哦，恁这众生念经就咧教我计较念几波，啊，咱家己拢无断除烦恼，安尼都唔对的哈。安尼上经哦，你若要甲人算功德，我来讲哦，无一定啦吼，无、哦、一定安尼叫做有功德啦。那咱即马讲司马光，司马光大家拢捌伊哦。司马光伊呢愤世。吼、哦，因这个囡仔，伊要哪教伊个囡仔？吼、哦，咱讲简朴，吼、哦，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，咱的历史上呢有足济吼，人讲优秀之士的生活上拢是十分注意自身的简朴，嘛非常重视对后代简朴的教育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咧叫新教言传，吼、哦，新教言传的精神呐、啊，要留给后代。成为后人正心教子的楷模。在北宋的时阵吼，有一个足杰出的这个史学家司马光，吼、哦，伊的名叫做荀息，吼、哦，住伫陕州下关，即嘛就是山西啦，吼、哦，山西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宋仁宗吼，宝、哦、元二年，吼、哦，伊就考调进士啊呢，吼、哦，官伫左仆，吼、哦，伫左仆下侍郎。啊，即嘛呢吼，吼、哦、一直升，一直升吼，升到吼太师文国公吼，升到吼啊会当偏册就对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咱
有一部吼，足、有价值历史著作诶，吼、生活简朴，为人稳重踏实，吼、就是咧讲甘朴作为教主生财主要内容，就是司马光一生流传足侪动人诶故事。伫这个历史记载内底，司马光呢十分的诶吼咬牙根，伊教育囡仔呢历届奢侈，唔通懈怠，吼谨守爱节用，就是讲伊咧讲着讲吼，恃地而修感行，顿足而修感立，为了完成吼这个诸地通感。这部这么大的著作吼，伊不但呢找来这个范祖仪啦吼，啊加这个老俗就老剑啊，做伊的这个助手，吼、这个刘念然后念吼来做伊的助手，也个伊的囝司马康呢参加，必做这个诸地通感，吼、当伊看到因后生读书呢吼，用增加咧教册的时阵哦，伊就足生气的。认真传授伊爱好册的这个经验甲方法。较早的册是毋是拢用迄、那个吼，那薄薄薄啊迄种纸？啊，伊即马因囝吼，拢用这个增加去抗这个册啊。吼，啊，这个吼司马光就骂啊，伊讲这吼、個，是古早的人吼，用这竹啊开始浸的吼来做这个吼，这么薄的这个纸，吼，这都是要让咱的文人写字的。啊！你用肩胛去甲扛啦，扛破的，吼、哦！你都爱了真济人的精神，搁定来，吼、哦！所以甲因囝司马康讲，你若以后吼、哦、要背册要创啥，袂使用肩胛，你要连这个都注意的搞，你甲想，我唔能甲册压破的，吼、哦！安尼伊就足生气的，伊讲你袂啊爱好册，袂用爱好书，吼、哦！你要用啥物方式，吼、哦！安尼才有法度呢，吼、哦！有法度好这个册。哦、保持、完整，阿伯阁留予你下一代的人读，意思就讲你这本册足好个，你即马咧读，啊你都无甲爱惜，啊你以后恁要传予恁遐囝，你这册敢免爱惜吗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咧讲到这个诸地通感吼、哦，这慈天必圣公嘛有咧，规套的呢，整套的，吼、哦，这个诸地通感整套的，啊所以讲咱要爱护书籍的经验方法。读书前呢，吼，爱先把这个册，吼，甲囥好，垫子要垫桌布。读书的时候要坐得端端正正，翻册的时阵爱先用，吼，啊，咱讲侧面的书页边缘，吼，甲托起，啊，就是咧讲吼，咱要读甲对，啊，咱就用一个物件，吼，甲隔咧，吼，较早有这书签嘛，吼。这书签拢是用迄个竹啊、薄薄薄啊种书签啊，甲隔咧。你读甲对就甲隔，读甲对甲隔，你都袂去甲这个册裂破，哦，啊嘛袂去甲册损害。吼、哦，这伫生活方面呢，司马光节俭哦，又淳朴哦，平生衣食避寒离逸哦，啊，食是食会饱安尼尔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伊为着要互因囝认识吼，这个忠孝简朴的重要。吼、哦，伊家己吼、以身作则啦，吼、哦，奋斗，吼、哦，我伊家己做好看。所以伫这个文章有讲，讲古早人以俭欲为美德，吼、哦，咱是讲谦，吼、哦，俭，吼、哦，俭约而遭到，吼、哦，很多人讥笑司马光，吼、哦，实在是要不得。现在讲现在笑这个司马，这个司马光要不得，伊讲。伊无要讲排场啦，但是也袂当互别人请伊啊。意思呢，甲司马光见面做伙吼，你就是爱穿甲足简朴的，你若穿甲足请伊来，司马光是瞧不起你的。摆阔的、摆阔气的当差左足啦，穿的衣服，他比司马光还体面呢。啊、哦、啊，咱讲下地农夫呢嘛，穿上着这个帽啊呢，吼、哦，但是呢，这司马光呢吼、哦，他。伊个欠家吼，欠家连这人呢，看到就感觉讲，啊，先话伊奈要欠这条形呢，吼、哦，互人感觉伊个简朴了过头。但是呢，伊不但袂大操大办，伊对奢靡的方式感到痛心，所以伊就感慨讲：既为者虽不能禁，忍作之福。意思讲，伊在迄个官位啦，伊袂当禁百姓讲袂当食好，也袂当。禁百姓讲袂当穿好，也袂当禁百姓袂使奢侈懈怠，吼、哦，
袂使五六，伊拢袂使禁啊。但是伊只有咧禁伊家己啊。司马光赞扬这个宋仁宗咧，仁宗的时阵咧，吼，这个咱讲鲁中道和张文杰，吼，这官员伊嘛拢真有这个格，吼，咱讲谦玉的这个作风，吼啊，所以讲吼，由这个谦。吼、哦，安尼呢？吼、哦，去带动啊！这个皇帝呢，看到这大臣呢，我那同款有这个谦的这个德行呢，有这个谦的德，吼、哦，伊嘛同款，吼、哦，咱讲道德甲谦玉的关系，吼、哦，会乎这个国家呢，吼、哦，人讲言有德，该有谦，啊，所以讲夫谦则寡欲，君子寡欲则不逾矣门嘛，可以得道而行；小人寡欲则能尽心节用。万罪奉家呢吼，咱人啊，就是财产啊积愈多，家庭内底愈无平安啦，吼、哦，大宝细也甲万家啦，啊，囡仔就出着花好公主啦吼、哦，所以咱讲吼，车积多欲，君子多欲即贪慕富贵，往道疏祸啦吼、哦，就是讲往道疏祸，就是讲会去惹来祸端啦。哦，小人多欲就多求忘用嘛，百家送心。所以司马光为了教育儿子警惕啦，吼、哦，这祸害，常常都详详细细咧列这个书册，以为照干。对因后生安尼讲啊，吼、哦，日食万钱呐、啊，就是、意思讲，你一天食几万两银呢？一钱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安尼骄奢，倾家荡产呐、啊，吼、哦，酒庄呐、啊，吼、哦，这个故事就讲给伊听。为什么讲足好个这个酒庄？伊呢，同款去死伫吼，这个、东市的迄个所在。酒庄呢，会使讲富可敌国呢，但是伊呢家风无好啊，先啊到尾也变安呢。吼、哦，伊就讲这个酒庄的这个故事，互因这个后生听啦吼、哦。所以就讲愤世吼，这篇的这个文吼写了真有道理啦吼。吼、哦、啊，但是司马康呢读了后。忍不住呢，流下了眼泪啊！伊的一生，书中甲因老爸这篇的家训，当作做人的镜，用来鞭策伊家己。所以讲，一个人对待物质的生活态度，直接的关系啦，甲这个事业的成功甲失败。吼、哦，所以讲司马光呢，教子有方呢，吼、哦，因后生司马康从细汉就懂得，吼、哦，人讲简朴的重要性。秉义简朴自律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以朴过同金啦吼、哦，为人廉洁吼，生活简朴，真正是无简单啦吼、哦。所以讲酒庄呢吼、哦，这道府夸奢啦吼，都、哦就是讲祸及亲人。这酒庄你甲想，伊个这个吼、哦，我以前嘛捌看过啦吼、哦，啊、就是讲伊个故事咱嘛捌读过，但酒庄呢吼。哦他不也嘛，嘛是无好的下场啊！吼，无好的下场啊！啊，咱即马这种时代啊，吼，啊，要安怎吼，和咱的这个囡仔，吼，真正会当学老爸，吼，安尼呢，有法度代代相传，真正是无简单啦、啊！吼。慈天必成功啦吼！欢迎咱的道亲啦吼！啊，来到咱的吼慈天必成功，吼、哦、来过这个七星桥啦吼。然后呢吼，啊七星桥过了后，甲拍一个平安锣啦吼。啊，咱讲咱不管有来参加吼、哦、统一祭拜，也无参加统一祭拜，啊有来参加报恩，也无参加报恩，拢没有关系吼。佫、哦、一人就是要甲咱讲，就讲、是、咱。点灯祈福，九曜星君点灯祈福是随缘的，随缘点灯啦吼，无限制讲啊，你点一个灯爱开偌济钱啦，那是随缘点灯，随缘点灯，随缘布施呀吼。为什么没想要讲布施？因为咱这点灯吼啊，咱这的随缘这呢，不管讲你随缘点灯，这个点灯吼，甲十六吼，咱收起来遐钱都是统一吼。和咱的慈善会，就是做这个吼低收入户，甲清寒奖助学金，吼，和咱的囡仔读册啦，吼，艰苦的囡仔，真够读册的囡仔，但是咱来去帮助的助学，
啊，就助学奖金呐，哈，啊，咱讲助学的奖金，然后过来就是讲吼，啊，帮助人助学，过来就继续入户啦，哈，边缘户啦，哈，所以咱讲随缘点灯，你点到你的光明啊，也参加了一个爱心呐，哈，啊，这个爱心啊，咱讲无量无限大的光。就是九曜星君给我们点灯点光明，又点我们的元神自在本命光彩，然后呢我们将这些布施的我们说点灯，你布施的不管你是用一百块两百块三百块五百块，甚至有人点灯用一千块、啊、有做得会够的，我们也知道说这点灯的费用以后是在要低收入户、啊、跟我们的这个清寒奖助学金用的哦，安尼呢，大家嘛是真发心啦吼、哦。咱这是随缘点灯啦吼、哦，没有说一定要多少。好、哦，啊你若讲我无参加统一这届，我要来随缘点灯做好事，会使无？当然可以啊吼。过、哦、来就咱一年一度的吼、哦，啊，咱的这个统一这届最主要就是要让咱知影讲流年的问题啦吼、哦。啊，这青军哦，咱也是十五以前哦，将这青军。哦，江上因回本位，咱伫即个流年内底都无只星君对咱的命宫的影响，对咱的运道的影响。哦，啊，咱讲咱那伫哦，拄啊有犯着天狗地火五鬼病符，也个双门西符，哦，即所谓凶星，哦，即咱搁甲兼补一个年运，搁补一个。吼、哦，咱讲补一下运啦吼，咱讲过年补运，吼、哦，咱讲花要插头前啦吼、哦，要补运，咱嘛甲补伫个吼，年节年头就甲补啊，吼、哦，今年的流年不但顺利啦吼、哦，啊，咱讲新节年头就甲补运，咱甲补一个小运，吼、哦，这嘛是等于安怎？等于就是咧讲，咱若运道拄啊好，行着拄啊好，咱翻着这青棍青秀，比较是对咱的这个运道较有伤害的。包括病符、黑宫、西符，吼、哦，啊，是讲天狗白虎，啊，咱的地年太岁，吼、哦，咱要去甲做这个补运，吼、哦，啊，咱讲这届兼补运都是很好啦，吼、哦，所以直接甲恁感恩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寄衣服，吼、哦，来伫咱的发台，咱即马发台嘛，拢甲摆好啊，吼、哦，那三十元开灯啦，吼、哦，那初一开始甲十五，统一这届，吼、哦，咱若有时间，咱无参加统一这届嘛。同款欢迎咱的道亲啦吼，无参加来甲母娘拜年行村吼，来甲母娘拜年吼，啊来行村，来甲咱的道祖拜年吼，啊来行村，咱来食茶叶蛋烫壳吼，咱讲去腐存清啦吼，烫壳，然后去行七星桥，和七星桥七星会吼，啊伫迄个所在呢烫壳，好的来，歹的去。啊，褪壳了后呢，啊，咱阁讲一个平安螺啦吼。现在讲讲这个螺有啥物功能啊？就是有孙阿姐咧甲我讲吼，每张主席恁讲这螺有啥物功能？功能就是螺就是叫做震嘛，咱讲锣鼓震天，吼锣鼓吼锣鼓震天，就是讲锣鼓震天。这个震呢，就是咧讲到迄个哐迄个声。咱若是妈祖要出巡。啊，是王爷要出巡，啊是大神要出巡，王母娘娘要出巡，吼、哦，咱是不是头前弄一个开路的，就是迄个大路安尼，哐哐，就是你们暂避了哈、哦，所有的一切都要暂避，因为心情要位啊过，就是要出巡啊，要位啊过，迄、那个大面的路，迄、那个拱的声，就是震动，震动了后就是咱身躯，吼、哦。那是吼有一挂吼，咱讲咱去较无清气的所在，是讲有感染到一挂有诶无诶，即阴气邪气。你去过迄个七星会，然后来拍这个平安锣，过七星桥啦，然后来拍这个平安锣，哐，足大诶迄个声，吼、哦，伊就震动，吼、哦，那个气场就会全部吼、哦、离开了吼，即、哦、种啊即，所以人讲祥，吼、哦。讲这个锣绝对有伊一定的用意，所以咱圣庙才会讲要用一个平安锣底下红讲啦吼，讲这个平安锣把不好的震开啦吼。啊，今日呢，咱都节目讲到这，啊嘛感恩啦吼，先甲大家吼，二到三十暝吼，啊，咱讲围炉吼，啊嘛是爱互相拜年啦吼，啊，伫这呢祝福大家。
人讲一家团圆，吼、哦、平安顺遂、健康，吼、哦、如意啦，吼、哦、啊，然后辛丑年行大运啦，吼、哦，人讲金牛报喜，吼、哦，啊会当喜事连连啦，吼、哦，啊大家拢会当事业，吼、哦。大吉大利，大家五方进财，大赚钱。咱今日节目就讲到这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